看见了。
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们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好，谢谢神的话。我们先辅导，请开始。让我们一起低头低头，在神的面前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心中存着感恩，存着欢喜。主啊，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在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到了殿中，我们齐心的来敬拜你。主啊，你看顾保守我们的教会，你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有你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你也让我们在里面爱主的弟兄姐妹在属灵上得到喂养，不断的得到成长。主啊，这是你给我们教会的祝福，我们愿意在这个一岁首年中，我们愿意把这个感恩献给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一直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带领着我们。主，求你也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一直存在着福音的影响，让我们知道你设立在这个地上设立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福音的灯塔，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庭，就是要让更多的还不认识你的人也一样的能够进到你的国度当中，能够同享福音的福分。主，就求你加添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一个心智，就是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能够带领着我们的家人，带领着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你，进入到你的国度当中。主，就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主，坚固我们的同工，让我们的同工能够忠心的服侍你，能够服侍我，借着我们的服侍弟兄姊妹来服侍你，让我们存在的对你的爱。哦，主啊，我们也求你恩待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有身体有病痛的。主，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到软弱的时刻。主，我们仰望你，让我们所有的在这个走过死荫的幽谷的主啊，都能够在当中蒙你的眷待，蒙你的眷顾，而能够蒙你的恩待走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主，我们也求你看顾保守，在这个世代当中，这个世界纷纷乱乱，人的心纷纷不定。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稳妥倚靠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从了你的脚步而走，不至于偏离，不至于丧胆，因为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必要带领我们走过这段艰苦的道路。主，求你也赐福所有我们在工作上、在家庭当中有困难的弟兄姐妹，带领他们凭着信心经历你的带领，走过这个人生最艰难的道路。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的教会，也赐福给我们所有在你面前忠心服侍的同工。我们一起的祷告，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诗班献的诗歌是第140首，林在遥，钟在响。
天证道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2章第1到19节。一共有19节。我还是我们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或者说弟兄念单数节，姐妹们念双数节啊。开始。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他的儿子，就是你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你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仍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仇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士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圣经的话语，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在新旧约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有许多信心的榜样，而这个亚伯拉罕实际上他就活出了这美好的榜样。主帮助我们能够从这篇信息当中，我们学习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的在你面前经历了信心的考验，能够胜过那些引诱。主啊，与我们同在，加添力量，让我们也能够下凡的求主赐福加力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人生当中都会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意义是非常深刻的。怎么说呢？我们
两个礼拜前，时间前感恩节，感恩节的时候因为要做见证，那你会看到一些出来做见证啊，他描述的不是自己的一个感受，一定是很实实在在的讲出他人生当中经历了什么事情。他不会说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他讲到说我怎么样的借着我人生当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一些困难的事情，然后经过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依靠的是平安的度过，这个就是我们感恩节见证的内容，对不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信心是有内容的，信心不是一个感受。那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人生有时候需要经过考验，特别是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求学，都经过这个求学的过程，求学的过程当中老师不会问你说这门课你喜不喜欢，每一个人都说喜欢，我太喜欢了，我老师你上课太风趣了，你上课啊我听的实在是非常的入迷啊，这没有用啊，这个你很喜欢这门课，你听得很入迷，这是一个感受而已啊，真正你这门课你有学到东西没有，那是什么我考验的，对不对？我有一个侄儿问他说你学校功课怎么样，他说很好，我学校功课非常好，每一门我都非常喜欢，那我就问他说你考几分啊，大部分都是不及格那你说你到底不及格你还喜欢，这也是很出人意外的啊，这不是看你喜不喜欢，是看你有没有真正认真的去读它，对不对？你真正认真的读它，你真正考出了好的结果来的话，这证明你真的是在学到东西吧。所以任何的事情信心你看不见，存在你的里面，但是经过大大小小的试验的时候，就考验出你那个信心的真实了，对不对？他是不是真的是有信心，还是说我感觉上我很有信心？我们知道最近有很多在形容一些小孩的这个求学的，说自我感觉良好。什么叫自我感觉良好？就觉得说，我很不错啊，老师非常喜欢我啊，这门课简单，这门课非常简单。结果最后结果是他根本这门课根本学不来啊，根本学得很糟糕。所以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考验，考验能够呈现出你是真的存着信心，还是你只是表面上感觉上感觉你自己很有信心。那我们来看看一下，刚才我们读过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经文，他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第一节这些事以后，他经过了什么事啊？当然不止一件事啊。那最前面的那一件事情呢，最接近的那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他通过了一个一个的考验。前面的考验是什么？就是他的大老婆生的儿子以撒，还有他的这个妾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两个人在那里嬉笑，在那里争夺。事实上虽然没有明目张胆的在争夺这个长子权，可是呢一个刚刚出生3岁，另外一个17岁这两个在那里嬉笑，这个嬉笑的意思就是什么？在那里明争暗斗啊，用开玩笑的方式，用戏谑的方式来表明他们之间的这种大部分是从这个大儿子开始。这个大儿子虽然是他第一个生的，但是神已经告诉他了，这不是一个蒙应许的后裔，蒙应许的后裔是第二个儿子，是以撒因为他的妈妈是他的灵媒正娶的这个原配是从撒拉所生的才是他的蒙应许的后裔。那这件事情呢，在这个刚刚得到解决，怎么解决的呢？亚伯拉罕心里面做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你把那个以实玛利打发走吧，你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将来他们两个都长大了，在争夺长子权的时候，那个更大的困难，你更难去解决它。那时候你可能你人都不在了，他们两个要争夺长子权。”那这个变成了这个泥墙之争、细墙之争、细墙之争，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
兄弟在争长子权，那个非常的惨烈的斗争，我说这种事情不要发生，你趁你还活着的时候赶快打发，让这个使女带着他的大儿子赶快离开。好，这事情解决了，解决了之后难道他就高枕无忧了吗？不是的，现在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件事情临到他，一个这个是一个考验，这个考验是神叫他亚伯拉罕来带着你的儿子，带着你心爱的儿子，带着你的长子，独生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心爱的儿子，带着你的儿子以撒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为燔祭。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件非常让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他神在描述他儿子的时候说，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以撒的名字就是他笑的意思，他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不容易生下这个儿子，在生下这个儿子之前呢，两个夫妇俩都曾经喜笑，这个喜笑不是说好高兴啊，哎呀终于有儿子了，事实上是他觉得不可能啊，亚伯拉罕心里觉得我都已经将近100岁了，撒拉都将近90岁了，怎么可能会有儿子呢？那撒拉听到的时候也是暗笑，暗笑，事实上他原来的那个原文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样，不可置信，我都已经月经都断绝了，快要90岁的老人了，怎么可能生小孩呢？不可能。但是呢，上帝就最后就让他真的把小孩生下来了，而且还告诉他说，他生下来的名字就是笑，就是笑，让他每次在叫儿子的时候都想起来，我曾经没有信心，我曾经在神给我这样的应许的时候，我在那里笑。好，那这样一位儿子，上帝说你把他献为燔祭，带到摩利亚山上献为燔祭。我相信任何一个人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心中一定是非常的困难的。为什么呢？就是正好就是神所告诉他的那几句话，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如果这事情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定是跟亚伯拉罕一样，心中非常的作难。但亚伯拉罕呢，他怎么做的呢？他听到了上帝给他的指示，他就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还有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走了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望见那个地方。亚伯拉罕他在什么地方走上这个摩利亚山走了3日呢？他不应该就是在别是吧，因为前一个事情就在别是吧，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他也回到别是吧，别是吧走到摩利亚山差不多刚好3日。那摩利亚山在什么地方？事实上就在今天的圣殿已经拆毁，那个山圣殿山就是摩利亚山。那这个路程呢差不多90公里，那你如果算一算的话，差不多你一个人一天走30公里，差不多3天可以走完。那这3天的路程，我相信我亚伯拉罕心里面一定是非常挣扎的，信心的考验之路，柴准备好了，火也带了，刀也带了，儿子带了，仆人带了，驴带了，有一个东西没带，羊没带。那你说童子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童子啊，在根据犹太人他们的古代的这个塔尔根他们的一个描述呢，不是一个小孩子，不是那个这个几岁的小孩子，这些他们记述就是说以撒超过30岁，超过30岁的已经明道理了。如果你带着一个30岁的小孩子带他上山说我们要献燔祭，那他心中有没有疑惑啊？一定有，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怎么没有羊呢？那你临时抓羊吗？不可能的。那我相信这个小孩子很聪明，他懂的啊，他就当这个爸爸到了山脚下远远的望见摩利亚山的时候，把仆人留在山下，把驴留在山下，就让孩子背着那些
现搬进的柴是很重的啊，这个他能够搬得动，他年纪已经很大。然后上去的时候带着刀带着火准备上山了。我相信以撒很聪明，以撒就问了父亲啊，还叫他父亲。他的亚伯拉罕就说：“我儿，我在这里。”你看这句话，这句话“我在这里”啊，是讲第二次。前面第一次是谁叫他？神叫他亚伯拉罕，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什么呢？就是他随时听候上帝给他的呼召，他听到了他就回应上帝：“我在这里，你有什么话告诉我吧。”这一次是他儿子叫他，父亲啊。我相信他听到这句话的话，回答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心中百感交集。儿子叫他父亲啊，他说：“我儿。”然后这一问一答，表示说他们之间是一个父子哎，是个父子。他等一下想要做的事情，他不能给他儿子知道，一知道的话，儿子跑掉了。这是他要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献他儿子为燔祭。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回答说：“我儿，我在这里”的时候，心中一定是百感交集。我这样的父亲还配做父亲吗？但是上帝要我做的，我只能顺服啊。这事情我能讲吗？不能讲，对不对？这是儿子问他说：“父亲啊，父亲啊，请看，火与柴都有，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头脑很聪明。没有羊，你要献什么呢？亚伯拉罕，他明明知道他等一下要做的事情，不能讲，他就想说：“我儿，这个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自己预备？难道山上会有吗？我想亚伯拉罕不知道，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考验。考验就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如何，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如果今天要考试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你要考哪一题了，那就不是考试了，那就是变成 open book 了，那个已经不是考试了。那亚伯拉罕不知道这个结果，但是呢，他告诉他儿子说，上帝必然自己预备那要献的那个羊羔。那这个羊羔是谁呢？在亚伯拉罕的心中，他不知道。或许他意思就是指的，就是儿子吧，儿子就是上帝所预备的羊羔，所以我现在空手的上去，到山上，我上帝必然预备那只羊羔，我相信他心中一定是很伤心的。那你也看到这个以撒就跟着他爸爸走上山去，我们知道你任何事情你没有办法隐瞒的，你开始的时候你把这个坛煮好了。把这个柴摆好了，你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羊放在坛上，准备来切割。羊呢，我想以撒不是傻瓜，对不对？刚才已经问过他爸爸了，羊在哪里呢？这时候，当亚伯拉罕伸出手来要把以撒绑起来的时候，他知道羊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这时候，如果你是以撒，会怎么样？对不对？你是一个三十几岁的人，爸爸是一个一百岁加三十岁，你看多大？130几岁。要跑的话，绝对跑不过以撒。以撒要反抗的话，要挣脱这个捆绑的话，那不用吹灰之力。但是呢，他在那个时候，他竟然让他爸爸把自己绑起来。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以撒顺服了。为什么他会顺服？我相信在那一刻已经什么事情拦不住了，亚伯拉罕就告诉他了，上帝要我这么做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献以撒的这个行动不单单只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连以撒也是，这是让我们非常不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古代24孝当中，他第一个是谁？舜，对不对？大舜有一个故事，他的父亲娶了一个后母，然后他的亲生妈妈过世了，那个后母对大舜很不好，常常要打他。那有一次呢，大概就是后母生气，他的爸爸非常生气，拿出棍子要打他，
那他看到他爸爸拿着棍子来的时候，就赶快跑走。有人就问他说：“哎，这个你平常不就是挨打的吗？爸爸要打你就是挨打的吗？为什么今天跑走了呢？”对吧？舜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大丈则寿，不是则小丈则寿，大丈则走，对，跑走。”那人家觉得说：“那你这样子不是很孝顺吗？”要真正孝顺的话，就是什么？不管大仗小仗，都是挨打嘛。那个大顺说不是，他说为什么小仗则受呢？那爸爸生气了，就让他消消气吧，打在我身上，反正我就忍一忍，让他消消气。大仗不一样啊，大仗这么一下来的话，我就死了。我死了之后，虽然这不是让爸爸消气，爸爸最后是什么？很多的愧疚，他做了一个杀人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呢，我不能让他做，我就跑了。好，那你看看，如果当时这个以撒是大顺的话，怎么样？开始溜了嘛，对不对？我这一杀的话，害爸爸能够成为杀人犯了，那赶快跑，赶快跑。但是呢，我相信他没有跑，一定是他爸爸告诉他的。就亚伯拉告诉他说：“儿子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献为干净？上帝要我做的。”上帝要我做什么？这时候，这个以撒他就顺服，一个三十几岁的孩子被爸爸捆起来，捆在那里。当爸爸拿着刀要杀下去的时候，他顺服让爸爸杀害他。你觉得这点？你觉得你能够通过你的理智的考验吗？一般来讲很困难。那你想说，圣经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呢？一个人怎么可以，上帝怎么可以叫一个人当爸爸的去杀儿子呢？那我相信这个东西不只是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连亚伯拉罕都有。亚伯拉罕他会不会心中说，上帝啊，你要我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那我相信亚伯拉罕心中一定很多的挣扎，但是最后呢，因为是上帝给他清楚的命令，清楚的指示，他不敢违背上帝，他就顺服了，而且他还告诉了他的儿子，这是上帝要我做的，所以他儿子也跟着他一起顺服了上帝。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一种想法，说：“哎呀，这个东西太愚蠢了。”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慕道友或者是不信主的人，他也读创世纪了。他一读创世纪的，读到这一章的时候，他说：“我一读到这一章，我就没有办法相信上帝，因为这是这个残忍的上帝啊！他叫亚伯拉罕，竟然叫他去杀儿子，那杀儿子是一件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啊，是一件非常这个让人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啊！怎么可能上帝叫亚伯拉罕去做这个事情？”当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疑惑的时候，是因为你不知道上帝最开始他的真正的用意如何。你如果知道上帝的用意的话，你就更能够了解到上帝不是要让亚伯拉罕去杀儿子，而是一个考验。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么讲，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出自于上帝的用意嘛？上帝的他的动机，他的用意，就是借着这一件事情来试验亚伯拉罕。我不知道试验的意思呢，是要借着这件事情看看他会怎么去做，而不是真的就要他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对不对？那你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你可以从圣经当中后来的律法书，我们知道在利未记当中18:21，利未记当中神要人不可以献人为祭，他怎么说的？他说：“不可以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这是在律法书利未记当中告诉以色列人的。那意思怎么呢？当时的外邦人，这个迦南人，他们的献祭的那种礼仪是非常的残忍。他们拿自己的儿子，有时候是拿婴孩，怎么样，拿到摩洛这个偶像的面前，烧起熊熊的烈火，然后把这个儿子就丢到火里去，活活的烫死。他说这个是献祭，献给他们的那种偶像。那上帝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因为这种事情是上帝厌恶的事情，非常厌恶的事情啊。然后他说，你们虽然进到了迦南地，跟迦南地人会生活在一起，可是你千万不要学习他们这种陷而子为己为的这种事情，这个是让上帝非常厌恶的事情。那你会觉得奇怪，那怎么可能？哎，上帝既然厌恶一个人陷儿女为妓，那上帝却又命令亚伯拉罕陷他的儿子为番妓，那不是自我矛盾吗？上帝不会自我矛盾，因为你可以看得到，上帝虽然命令亚伯拉罕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上帝早就知道什么？如果亚伯拉罕真的要去做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阻止亚伯拉罕。这是上帝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的，他上帝是可以看到时间还未发生的事情，因为任何的事情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没有拦阻的，哦，他都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人不一样，人因为是活在时间的这个水流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过去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掌握现在的事情，可是你不知道将来，对不对？将来是要凭着信心去走这个信心的道路，而这件事情既然是一个考验，他是怎么样？亚伯拉罕就不知道会是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呢，他凭着信心就是做了一个选择，我听上帝的话。至于这个事情最后会怎么发生，他交在上帝的手中。那又有人会再问你问题，哦，我就遇到过这种啊，哦，不信主的人，他说，好。就算这是一个考验，就算上帝原来他不想要让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杀掉，只是过这个试验亚伯拉罕，可是呢，这时候亚伯拉罕都把刀都拿起来了，当这个刀都拿起来的时候，心中的这种什么杀机已经形成了。那还引用了旧约啊，引用了新约，他说，主耶稣不是说过了吗？说当一个人有这个杀人的动机的时候，他就实际上就是等于杀人了。你看上帝要亚伯拉罕去杀以撒，这时候虽然他没有做出来，他已经心中有这个杀儿子的动机了，所以呢他等于是杀人了。你觉得这想法正不正确？我觉得不对。你说为什么吗？因为主耶稣在阻止一个人杀人的时候，是要让一个人怎么样？你不要去恨过一个人，因为当你恨那个人的时候呢，你的下一步就是恨不得想要把他给杀了，那是出自于对一个人的仇恨，想要除之而后快。而亚伯拉罕对他的儿子难道是这种心吗？我看到我的儿子，我就想把他给杀了，杀了之后我才解我心头之恨，难道是这样子？不是的。你可以看到圣经在希伯来书当中讲解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他心中的想法是，他讲得很清楚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事实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周报上就写到，他这么写的：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神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好，你看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为什么敢把儿子现在台上拿起刀来要杀他？他想到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叫我这么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既然应许以撒是他承受应许的后裔，就算我杀了他，神也没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存在这样的信心，因此你说他是对他的儿子充满了仇恨，想要杀他除之而后快吗？当然不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你读完这件事情上，你最后得到的结论不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对神极大的顺服表现出他的信心，而是你反过来说神是一个残忍的神，亚伯拉罕是一个愚忠神叫他杀儿子他就杀儿子，那他的儿子也是这个儿子也是非常的愚蠢，就顺服爸爸做这样的事情。你如果得到这样的结论的话，那代表什么？你开头的时候整个的那个预设是错误的，你根本不相信神是一个
全然公义、全然慈爱的神，你也不相信神是一个能够知无所不知的神，你也不相信圣经所启示的亚伯拉罕他在献上他儿子为祭的时候，他心中的动机不是恨他的儿子。你把这个总合在一起，圣经所有的东西总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经过这个事情只不过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的考验。既然是个考验，就是当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凭着信心顺从上帝，而且相信上帝必然会有一个最高的旨意，而且呢，上帝会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亚伯拉罕所存的信心。他存了这个信心的时候，当他愿意这样顺服上帝去做上帝吩咐他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通过这个考验。我们等一下在第二段的时候就看得到上帝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呢是在这个第二段是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给我，一点也不可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丛林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他身上他的信心是经过挣扎的，他走这三天的路程，他心中一定是反复不定，怎么会神会叫我做这件事情呢？这是真的？这是神的声音吗？还是我听错了？如果很多的时候，一个人当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他一定会解释，那一定是我听错了。然后如果说确实是神叫我这么做的话，那你怎么想？我戴耳朵花了。神不会叫我这么做，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用很多的理由来解释。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好，你今天是基督徒对不对？你对神有信心，神给亚伯拉罕这么清楚的指示，要他杀儿子。今天如果这个东西轮到你的身上，你会怎么做？哇，我真的有时候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吓一跳。我会怎么做？我会效法亚伯拉罕吗？至少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在整个圣经当中只出现一次而已。献儿子为燔祭之时只出现一次而已。那意思就是说，难道神会要你这么做吗？除非你跟亚伯拉罕一样，听到神非常清楚的声音，同时你也知道那件事情，神给你极大的信心，让你知道你的儿子也会一样，跟以撒一样会复活。要不然的话，这种事情并不是让我们照着亚伯拉罕的这个他的方法去做的。因为圣经当中很多的时候给我们的榜样，什么是给他学习他的属灵的含义，而不是学习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譬如说，举个例子，圣经当中很多时候。譬如说，你说大卫娶很多的太太，所以呢，今天我也可以娶很多的太太。所罗门娶了几个，将近1000个，那我也可以来效法所罗门的榜样，我来学1000个。不是，他没有让你去学他的榜样，这事实上留下这个事情是让你作为警惕用，他警惕你的，所以圣经当中有的事情，它是什么？它是描述它整个的事件。然后呢，告诉你他在那一刻借着这件事情表现出他的信心。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要照着他的东西做，因为今天圣经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喜悦人献儿子为燔祭，这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写在圣经当中。一旦我们说我们听到这个声音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出了矛盾的时候，我们是要分辨，
绝对不是说傻乎乎的就说，哎，亚伯拉罕这么做，所以我也要照着这么做。这个事情在整个圣经当中只出现一次而已，只有针对亚伯拉罕，而且后面上帝还告诉了我们，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可以献人为燔祭。所以呢，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说，哎，那我要效法亚伯拉罕。那你说，那这样这段经文写在这里有什么用呢？你还是要效法，你效法什么？亚伯拉罕献上他最爱，而今天你有没有最爱的东西？有的，对不对？你很多你最爱的东西，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把神当成是你最爱，把其他那些你最爱的事物放下来？那就是在效法亚伯拉罕，哦，而是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在看到整个圣经当中所描述的这些故事，你怎么去效法他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他的属灵的含义读出来。然后呢，这个属灵的含义不违背其他部分圣经的这个教导，然后呢，你照着去做。这就是我们怎么去读旧约，怎么去从旧约当中找到我们效法的榜样，学习它，而不是照着这个它的内容，哦，就完全照着去做。要不然的话，你圣经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会没办法解开的，对不对？大卫叫所罗门杀约押，哦，我也可以来叫我的儿子去杀人吗？不能这样做，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了，圣经当中很多的事情，它不是要我们去学习榜样的，很多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要找到他那件事情在当时的意义，有什么属灵的含义，有什么东西是不随时间改变而改变的原则。把它拿出来，然后在今天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好，那我看到了，现在这个亚伯拉罕举起刀来，他要刺下去，而这个时候呢，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连叫两声，这什么？很急，对不对？赶快停手！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在那个处决犯人的时候，如果你听到，甚至到刀下留人，你一定怎么样？上帝叫你不要杀了，对不对？那个当那个刽子手啊，把刀都已经举起来了，准备要砍下去了，一听到刀下留人，先看看是谁，看到是有某某太监，然后呢拿着圣旨赶快冲过来的时候，你赶快刀下留人，对不对？这是上帝的使者叫亚伯拉罕，你赶快住手，不可以在这个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怕，这是阻止了亚伯拉罕。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这是一个谁告诉亚伯拉罕的？神的使者，天使。但是你看到他这边讲的这个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你看，我对不对？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到天使知道他敬畏神，然后呢，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不给天使，不是给谁？给神。那天使用神的话来讲，事实上很多的时候也有，你看后面就知道了。后面说天使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后面又讲是神的话这么说的。他事实上很多时候天使是带着神的话，因为他非常紧急，他就直接跟亚伯拉罕讲。这就是神的话，直接告诉亚伯拉罕。神的使者很多的时候会用神的口吻，直接的就讲出神的话语来，阻止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赶快停手，不可以在这童子的身上动他，一点都不可以害他。”可见上帝是不要亚伯拉罕杀他儿子的，及时的就阻止了亚伯拉罕。在这个千钧一发这个时刻，天使从天上出现。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也讲了：“我在这里。”所以你看到了三处讲“我在这里”，意思是一处是上帝直接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来把你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上献给我。”第二次，他的儿子说：“父亲，羊在哪里？”啊，他说：“我儿，我在这里，对不对？”然后第三次呢，天使直接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所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本身是一个什么？他是非常警惕的一个人。听到了上帝给他呼喊，听到了天使给他呼喊，听到了他儿子呼叫他的时候，他随时都告诉他说：“什么事？我在这里。”那他愿意
领受天使给他的呼召，天使阻止了他，叫他不要杀他的儿子，他也愿意。那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时刻呢，上帝阻止了亚伯拉罕，柴都摆好了，都准备要献祭了，那这个祭在哪里呢？上帝说不要杀他的儿子，那这献祭停止了？不是，上帝说，我给你预备了只羊，卡在那个小树丛那里，一只公羊，来拿过来，拿这个来代替你的儿子，代替你的儿子。那这件事情呢，你可以看到后来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说，这件事情一直传颂在以色列人的他们历史当中。他们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个啊，就是耶和华以勒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知道，有的人我们会取小孩的名字，取以勒啊。那以勒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意思，预备啊，耶和华必有预备。那耶和华必有预备，亚伯拉罕不知道，亚伯拉罕只能凭着信心来到了这个摩利亚山上，把他的儿子绑起来，准备要杀他的儿子。可是他不知道下一刻上帝会阻止他，他也不知道上帝阻止他的时候预备了一只羊。而这件事情呢，让亚伯拉罕在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就是 让他知道上帝救他的儿子，上帝阻止了他，让他的儿子不必死，最后呢是让一只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这件事情在整个圣经当中有一件事情，唯一的一件事情跟这件事情相似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本来可能都是因着我们的罪，必须要在上帝的面前为自己的罪而死，但是是谁代替我们？耶稣的羔羊。对，上帝说阻止了我们，阻止了，不用，你们不用为自己的罪而死。当你凭着信心，相信那位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代罪的羔羊耶稣基督的时候，而那个代罪的羔羊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来代替我们的罪，在上帝的面前被献为燔祭，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当我们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从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时候心中的那种伤痛，你大概可以了解当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走向这个山，在哥大的山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天父上帝是何等的难过，何等的伤心。可见一件事情，上帝对于人的罪他是非常在乎的，他恨恶人的罪，他必须要审判人的罪，然而他又充满了对罪人的爱，他愿意让他的儿子成为一个赎罪祭，来代替我们这些人罪人受死，来承担罪的刑罚。从这整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一个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宝贵的救恩，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从这件事情上面来看的，就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约时代耶稣成为我们赎罪祭的一个预表。预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他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但是从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心中深深的相信一件事情，神在他的山上一定有预备。他当他凭着信心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的时候，上帝阻止了他，上帝让那个上帝所预备的那只公羊来代替了他的儿子。这件事情的影响对后来的犹太人，对今天的基督徒都有极大的影响。后来的犹太人就把这个摩利亚山上这块地呢 成为他们建圣殿的地。然后呢，他们每次在圣殿当中献祭的时候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以撒就没有我们，以撒当初本来要死的，可是上帝留存了他的性命，让一只公羊在那个摩利亚山上被杀为祭，来代替了我们的祖先以撒，因此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才能够存活。而今天我们每个人，就是犹太人，他们每个当献燔祭的时候献上羊羔，他们想到这个羊羔是代替了我们的祭，上帝设立了这个赎罪祭，
借着这个赎罪祭预表那个将来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救恩，那是真正的赎罪祭，能够赎去我们的罪，那个赎罪祭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了，他整个把以撒在摩利亚山上被他的爸爸要献为燔祭的时候，神预备了一只羊羔，到了后来在圣殿当中，以色列人知道那个以撒没有死，他们才有他们的生命。那是因为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只赎罪的羊羔，因此呢，他们每一次献祭的时候都想到上帝的恩典。而来一直到今天，我们就更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被谁的所赎回来的？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代替我们生命，在神的面前牺牲了自己，来代替我们的赎罪的羔羊。所以你看到这一件事情，虽然在历史当中只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但是它也是一个救恩的预表，预表了我们历世历代后代的人在神的面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十五节到十九节这么说的：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然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他爬到了信心的高峰，通过了上帝的考验，上帝要把福分赐给他。这个福分在前面有没有讲过？你看创世纪十二章有没有讲应许的三个福分？这个福分实际上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后裔，你的后裔必成为大国，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我念给各位听好。第十二章的第三节有讲，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第三点。第一点是后裔，后裔什么？就是，你的后裔必成为大国。第二点呢，土地，也在第创世纪十二章的十四节，你必要承受这地为业。第三个呢，讲到的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你看到这三个应许在这里是不是都出现？你看第一个，你既行了这个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便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是不是神重申了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福分？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同样的土地呢？土地这边有没有讲土地？就下一句话，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讲土地，攻占了一个城，这个城就属于他们了。那第三点呢，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前面是讲到的因亚伯拉罕得福，对不对？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边讲的因你的后裔得福代表什么？这个福分是一代传一代的，从亚伯拉罕传到以撒，从以撒传到雅各，再传到以色列十二先祖，再传到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个福分，应许的福分，虽然亚伯拉罕已经爬到了信心的高峰，上帝已经应许了这个福分，重申了好几次了，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有生之年，只有一件事情得到，什么？儿子，只有儿子，他连孙子的都没有得到。那你说，那这样的话，这个上帝的应许不是对他来讲没有实现吗？事实上，上帝的应许可能在一个人有生之年看不见，可是呢，他是逐渐在一个人的历史当中，救赎的历史当中逐渐实现。亚伯拉罕虽然他有生之年只看到了以撒，可是呢，这个福分从他的儿子以撒传到了雅各，从他的雅各传到了以色列的十二先祖，
再传到了后代的子孙，再传到了后来的所有有凭着信心进到神儿女行列的人。好，那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他是不是真的成为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了？你看今天有多少进到神儿女行列的人，凭着信心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很多很多。不单单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更重要的是他属灵的后裔。谁？我们算不算属灵的后裔？我们是啊，我们凭着信心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进到亚伯拉罕子孙的行列当中，所以我们也在亚伯拉罕的后之约当中是有一份。那另外你说得土地，土地什么时候得到？当时他们没有得到，他是寄居的。什么时候得到？得到约书亚的时候，他领着以色列的百姓进攻到迦南地，得到了迦南地。但是那个迦南地全得到了吗？没有了，他们只得到了部分平原，山上都没有得到。他到了什么时候？到了最后，还有谁？到了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呢，他还大体的得到了这个整个啊，这个以色列的地，但是呢，也不是完全得到。那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得地为业的时候呢，这个神也是逐步实现的，让以色列人得到这个以色列的地为业，同时呢，将来他应许给所有的属灵的后裔有一个更高的产业，天上的基业啊，那个时候得到什么？得地为业，会得到普世全地为神的产业，所以这是逐步实现。第三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从亚伯拉罕身上还没有，他只能凭着信心遥远的盼望。什么时候才真正实现？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初步实现。怎么说？你可以看得到，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非常内聚力非常强的民族，他们基本上他们不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他们认为怎么样？外邦人想要规划以色列人，他们就自己跑来规划，啊，我们不会去借着福音让这外邦人能够得到这个福分，甚至他们认为就是外邦人是要来侵害他们，是要来夺他们的土地的，因此呢，他们跟外邦人是为仇的。那一直等到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的时代，他叫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要到普天下去，奉我的名为万民，啊，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同时在一个大应许里面也讲到了，当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什么？到地极，普世万民要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进到基督里面。请问这个跟亚伯拉罕之约有没有关系？亚伯拉罕之约，万民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让这个福分临到了普世万民。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今天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这个福分，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跟我们都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你要带着一个整个圣经的原则啊，能够来把整本圣经它的应许能够贯穿在一起，让我们知道，我们读旧约不是只在读故事而已，不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而已，要看到亚伯拉罕信心当中所应许的那位对我们也是拯救我们的救主，那位应许亚伯拉罕的神就是应许领导我们身上的神。当时应许亚伯拉罕万民要因亚伯拉罕的得福，确实。这部分临到我们后代的基督徒的身上。当我们这样的读圣经的时候，旧约不再是跟我们是遥远的啊，跟我们无关的东西了，只是一些故事而已，不是的。而旧约的应许就是临到我们身上的应许，我们跟亚伯拉罕之约是有关的。从创世纪一开始，神设立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啊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就是。神应许那位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会再好像觉得这个圣经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不会觉得圣经里面的应许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就是给我们的应许。上帝应许让
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救恩成全的那位救主，同时呢，也就是应许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亚伯拉罕属灵后裔的救主。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完这整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凭着信心遥远的盼望那位他救恩成全的耶稣基督，虽然他没有看见，但是呢，他凭着信心盼望那将要成全的救恩。我们今天是凭着信心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同时还盼望将来这个救恩在新天新地里面得到完全的实现。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走这个信心的道路，能够效法亚伯拉罕，通过一个接着一个信心的考验，我们不要丧胆，不要灰心。亚伯拉罕胜过了这个信心的考验，求主帮我们也有同他一样有这么高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看到了那他走上摩利亚山上献上他儿子的这件事情，是他爬上了信心的高峰，表现出他对天父上帝完全的顺服。主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否也有这样的考验呢？是否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舍不得把一些事情献在上帝的面前呢？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还有很多软弱的时候，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舍不得放下。主啊，帮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效法他的信心，让他把我们最爱的舍在你的面前。主啊，与其我把这个我最爱的紧紧的抓在我的手上，不如我把它献在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有着最高的旨意，你当我们凭着信心通过了你的信心的考验的时候，主啊，你要让这个最高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成全。感谢赞美你恩待我们，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海森传道的这个信息，借着信心的试验，啊，这就好像一个镜子，真的让我知道说什么是最爱，所有的分辨，真的最紧要的观察。那我们用这个第66首诗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啊，来回应。其实不是只是明天而已。我们也知道说谁掌管今天，谁掌管昨天。啊，谢谢。Thank you.
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盼望，教我们怎么样信心，教我们怎么样面对各式各样的试验。谢谢主。借着我们的奉献，我就跟您一起同工，求主呢悦纳。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Amen。请坐。我们今天都是老朋友，那我简单的就有一件事情哈，就是因为上个星期呢，因为天气的关系，我们把这个一年一度的感恩见证呢延到今天。那马丁是不是请你们来主持？我们都知道 ，OK。总之我们觉得说还是有一个主持人比较好。那我就暂时，那就还是继续在台上来主持一下。那我们的时间呢，可能就是等一下我们这个大堂，就是这一堂结束以后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啊，就开始这样，好吗？那第二件事就是午餐之后呢，有执事会。那也请各位执事呢留步，啊，我们等一下一起讨论家中的事情。那请问还有什么补充？还有补充？好，那我们请起立，我们就来唱这个《莲花池》。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